各位贵宾，我是客舱经理潘国华，欢迎搭乘天河联盟成员中华航空与达美航空马来西亚航。波提，你违法了，不要坐在上面。扶电梯，两层，两次的手扶电梯到楼下去等车子，好，然后的话呢要给一点时间，因为车子停在停车场才能开过来，好，了解哈。 OK， 那再去的当额的话请大家在楼下。电梯啊，有没有看到？你在踩着站起来，
不要啦，等下掉了。不要踩啦，因为这些这种有可能会生锈坏掉。金箔梯。累了。追风丸啊，或者是风沙丸啊，或者是孕妇吃的瘦蛤鱼啊，听说素鹤园啊，这个就有个沉香，它是镇定沉香。能不能坐过去一点？坐过去一点。金箔亭那边过去一点。这边没位置。哪有吧？金博有带手机吗？有带吗？没有。我要带带吃饭，又没有。因为这间刚好有 WiFi。
这个是十二啊，这个。在车上，在车上。也长了很多可可，马来西亚的戈壁更多可可，但是我们都没有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全世界品质最好的可可就来自非洲的加纳，南美洲的一块，所以我们的巧克力要卖去迪拜、澳洲、日本，我们就必须要用好品质的可可。好，可可长大后这样子，我看来里面的肉吃起来像山竹。这个就是拿出来发酵后晒干的可可豆，不讲以为是杏仁。好，可以看。啊，这个纯的迪拉米苏。啊，纯的。还要是蓝莓吗？纯迪拉米苏。一盒33，啊，五盒。这是我们的国家国徽，我们的国徽。如果是在皇宫那边，你看的国徽是金色的，因为金代表是皇族的意思。你在找什么？我带他去那个小姐跟你这坐票，知道吗？来，去那边来，自己拿来，这带好了，就到我走。
国庭，你那边会不会太深？会不会？那边比较深，对不对？比较深。那你不要过去哦，那你就在这一区玩就好了。我快看到那边，我的水要滑到我的地。好什么？水好咸。所以它是海水吧？咸啊！它这个，它那个灯光好像有变了，怎么颜色感觉有变，对不对？有变。变色了。好，我们先走啊，他们慢慢走。你看他丢香蕉皮耶，香蕉皮在地上。金伯承，你在笑什么？怎么笑这么开心？笑了，再拿两壶开水给你们。你坐吗？那是什么虾吗？汕头来到了我们这边吉隆坡马亚的，那在当时候我们的国家是最大的戏产国之一。我们国家在400多年前的时候所使用的钱币，动物钱币，我们有鳄鱼、大象和乌龟钱。那这些动物钱币都是用锡制造的，苗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就把锡苗再融化掉，做成锡锭。那做成锡锭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会比这些锡苗更容易运送。那这个锡锭分别重5公斤。
和足迹的印章，这个呢就是杨坤先生的第一个印章哦。那玉盒是取自于翠玉平和的意思，也是杨坤先生第一件店铺的名称。好，请等等，现在他们是用酱油方法来打造希腊茶壶的。好，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茶壶的底部有一个反射镜，这个反射镜反射着的就是我们杨坤先生的印章。而 W 的性格是代表着我们大都市的创办人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些铲斗会负责把含有细苗的泥土都给铲起来以后再带到船的内部，而人们就会在这边提取细苗。那接下来他们就把不要的废物比如说那第二个棒是使用的捶打法，而一则是使用的射击法。我们的第一站浇筑站，那浇筑站呢，你可以看到一个熔炉，而熔炉里面装的就是250度的希腊熔液。现在我们的女工匠呢正在做这个把手杯子的把手。首先呢，她会把模具给夹紧，夹紧以后就会把希腊熔液给倒进去。这呢，这是我们的抛光站，那抛光我们分两种，一种是机械的，一种手工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机械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抛光以前和以后的产品。首先呢，我们就使用钢刀片，所以它的表层非常的粗糙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就使用小锉子，把它粗糙的表面都给除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再使用刷子，又会再进行多一次的磨。他们其实都经历过了6到12个月的训练的。好，你再跟我继续等，因为这边走了。你好啊，这个方茶叶茶一罐的蜜。大家来起来看看哦。可以装茶。脚要夹紧啊，慢慢下来，对对对，对就是这样，对，脚夹紧脚。好，成功。累哦，晚上不是还要游泳，不游了吗？要游吗？你不是累了，是不用游啊？游到几点？1夜。喊你们不吃饭呢、啊？明天还有什么？明天还有什么？把力又冲完，皮卡丘冲完。今天晚上还是可以。
来来来，小心。好，有。